奇的恩典是何等的甘甜，因为奇异的恩典，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罪都蒙赦免。这首曲子我们有准备华语，有准备台语，不管你们会唱什么文明，都是上帝疼惜我们最确切的怜悯。现在我邀请弟兄们，你们起立，我们要用你的心全心来感受这份从天而来、这份源头之心奇异。